打埋精英宝贝啫。好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千二短途大热二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呢，咁前面快㗎嘛，见到出面位置精英宝贝快啦，咁再响外边呢仲有多多宝奇啦，中档位置蓝衫第三位，船里多彩第四位，出面呢放唔到喎，恶林天下。再入面第五位呢就係、是、黄衫嗰只超然啦，第六位出面如真如假啦，红白呢横间衫嗰只呢内栏有呢个威风骏马，中间春风得意，出面就双天至尊得佢走三搭咋。后面三只就宾达之星啦，白三千蓝帽，大约尾二三咧就金地飞侠，包尾嗰只咧就胜利红星咯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精英宝贝 I 方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咧就多多宝企啦，第三位埋边咧橙色眼罩船里多彩，出边咧仲有恶林天下，第五位如真如家埋边超然啊，黄衫攞出去噶啦，再后边等内栏嗰边咧仲有威风骏马，外边追啲嘅马咧有双天至尊啦，最出嗰只系金地飞侠啊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前面偷出仲系呢只精英宝贝啊，外边恶林天下一路杀紧上嚟。出面仲有如真如假，中档位置有超然啦，外面冚上嚟噶嘛，仲有威风骏马，最后一百米到恶林天下仲系占先，如真如假第二位，出面威风骏马接近终点，恶林天下赢，跑第二名如真如假，第三名系威风骏马，第四名系多多宝奇啊，咁啊容天鹏马房，咁啊都起咗好马啦，劲得手潘顿赢得咩？恶林天下梁家俊跟人跑都一样得啊，跑第二名如真如假。威风骏马第三，多多宝奇跑第四。嗱，见到八号嘅恶林天下，最后咧六点九倍梁家俊啊，原来跟住马跑得嘅，咁咪赢啦。跑第二名咧就系四号如真如假黄浩南啊，第三名十二号威风骏马波件事，咁第四名咧见到九号嘅多多宝奇啊黄俊。最后阶段六点九倍啊恶林天下。咁佢又唔使自己放噶嘛，跟下马。咁啊出咗嚟先，第五场赛事的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是八号的恶林天下，独人派六十九个半，位置派二十五个半。跑第二名是四号的如真如假，位置派三十七蚊。跑第三名是十二号的威风骏马，位置派二十二个半。跑第四名是九号的多多宝奇，连赢四打八派五百六十九个半。三重彩八号、四号、十二号顺序派六千五百九十九蚊，单 T 派一千二百六十四蚊。位置 Q 四搭八派二百零二蚊，八搭十二派九十七蚊，四搭十二派一百二十九个半。咪用天棚率先起码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二十八蚊。咁啊，最后就六十九个半独赢。我啲熱門馬又麻麻地喎，船里多彩個位幾靚啊，但係騎內又唔算好好啊。攞入邊即係好似好窄位咁，但係都唔係好衝啊！見到佢超然又懵外又唔多啊，兩隻都失望啲啊。梁家俊啊，發揮呢只恶林天下幾好啊，放唔出啊，都跟住個二碟有隻檔位，總算征服到四班啊！咁上次上咗嚟跑咗個懵威嘅第四。
今日因为有墨快过去咧，佢就稍留啊，结果效果相当好。最紧只马透得顺啦，条气你见个鼻孔都系咁呼吸扩张啊，本身穿明底啊嘛。如真如假，临尾啲飞劲啊，啡灯啊，都几好赢啊。系咯，跑翻个第二啊，百几蚊 Q， 都系输短马头位咋，如真如假。四年环预计派彩，四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6911元。四重彩八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九号顺序派158945元。咁啊，下一场用天鹏嗰只嘉应传奇啊，咁而家都7.1倍，未过关飞之前。好，翻嚟福榜啦！今年咧三 win 啊，呢只鹅林天下三场都系出自梁家俊嘅发挥嘅，跑得相当之好啊！咁啊起步比较慢啲就三档嘅宾达之星啦，另外最出边嗰只咧双天至尊都唔够快打边添，咁啊精英宝贝杀出埋嚟啦，跟住佢多多宝器咧翻嚟佢都挨到个第四，咁啊中路就见到船里多彩啦，出边啊鹅林天下，咁啊内侧就金黄色衫嗰只就超然啦，跟住啊如真如假走三搭双天至尊，咁啊内侧就春风得意啦，威风骏马啦，包尾嗰三只胜利红星、宾达之星同埋金地飞客，马群都得咧几散噶，咁啊啲分段时间亦都几快嘅，两只今日都快咗接近八线，属于快跑咗赛事。咁啊，前面嗰两只咁样斗肥法就翻到嚟都身身脚软嘅，咁啊叫做多多宝记挨翻个第四，但系都系冇威胁嗰只啦。咁啊潘顿啊都压住黄金包三位啦，咁啊但系入边冲落咧又唔系话好多。咁啊隔篱田坑嗰只超然咧就直落初段都好似仲有啲追势嘅，咁但系冲冲下咧就俾出边嗰只余真如果一冚过咗去咧，佢就即刻一个势减弱啦。反而跟住后面苏布罗嗰只咧，都仲系追得唔错啊！威风骏马。第五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四搭八派202元，八搭十二派97元，四搭十二派129.5元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8元。四连环四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6911元。四重彩八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九号顺序派158945元。孖宝派彩头关三号、尾关八号派108元，头关三号、尾关四号派106元。孖 T 派63880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23秒01，第段21秒95，末段24秒07。赛前成时间1分09秒93。1分09秒03。